各位应该很好奇，我现在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双门帮牛郎做造型的房，一位四百块台币买的，整个都是南宫巴，就是这个牛郎，就是整条街基本上有一半都是牛郎的店家。我们跟大阪一间牛郎的店家好，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当牛郎，然后去跟前辈学习一下如何不菜市场骗女生的钱，如何逗女生开心，让女生开心，所以我们再跑来体验一下他们到底日本牛郎做的造型是怎么样。他们流行的这个东西大概十年前就长这个样子。回顾我们十年前的造型，应该也是鬓角在这里。对，我国中时就留这样，然后玉米须啊。国中的样子就是他们现在牛郎的样子。对，真的，而且真的很屌，是它整个街道，不管是那个看板还是广告墙，全部牛郎。他们感觉很推捧这个，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如果在台湾呢，如果你说你做牛郎，然后大部分可能会有一点排斥，台湾比较小众一点，而在这边好像是一个蛮主流的文化。对，就路上你可能走一走，晚上一到你就看到穿着西装，然后留着视觉系头发的男生就出现，走在路上都很有自信，每个都很高挑，一看就知道他是男公关。就是他们的形象比较像让女生感到开心跟幸福。我们今天要让日本女生开心，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台湾的女生开心。可以哦，好，给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大家准时上班好不好？第一天上班紧张吗？很紧张啊，到第四了。哇！还在动。对啊，对啊，压力有点大哎。对，就定位了。大家会先从桌上的礼仪开始学习，到怎么如何跟客人交谈。没错，这样安排了真的客人吗？我认为是会有点紧张，不是怕学不来，是我们酒量不好。我们先欢迎我们的三位前辈进来。先拜，先拜。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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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面。谢谢。那我们先邀请，就是我们第一位前辈，先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はい、ジョルジオのセジュンと言います。前職は美容師やってました。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大家好，我是ラブスバル、自動動画。こんにちは、ジョルジオのユウガ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可以开始学桌上礼仪的。好，我们先准备要直接从带位带客人，告诉我们怎么做。他们进来呢，都会先给上他们的名片。一上桌的时候要先把东西给摆好。然后我发现他们都做的很短，他们都是这样子，对啊，都要这样子。要做三分之一。要做三分之一。OK。然后呢，要先加冰块。失礼します。僕らも一緒に乾杯。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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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没什么味道哎，这可以，这可以。怎么样？好喝，酒量不好。哦。什么了？对。哦。是一个酒杯。他们那个旁边放冰块，就是会起一些雾，他们就要把它擦掉。这么细心就对了。只有我们试试看，是抓边边嘛，然后扶着。でポイントがこの上の方は下を持ってザーティーあ、OK 很奇怪对我要教你们怎么折这个OK 然后再对折然后折成三角形，再对折，然后就可以站起来。OK。对。那是 AU， 它是可以插的吗？还是 No？ 就是嗯。
这个是咖啡杯，这个啊，对，哦 ，OK， 我懂了，懂了。他们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女生开心的可以喝酒。那你问他，女生可以这样子吗？是可以这样吗？所以女生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女生不能碰公关，不行。那如果女生碰了，你们会有什么反应？你刚说我吃饭是我当女生，我当客人，然后要摸她。哦。不行啊，进来到坐下来的方式，还有坐酒的方式，全部都会教出去。那一个新人来这里多久可以上桌服务客人？大概那前辈会很严格吗？对，他们这里是最资深。9年6个月。哇，比我当 YouTuber 还要久哎！你要在一行有办法做到十年，第一个你没有职业倦怠，还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可以一直不断的让女生开心，是我觉得很幸运。真的很需要坚持。这个工作变职业后，价值观、金钱观跟感情观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行其实是学到可以进，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下一步了。我先喝完，结束的时候要先把它喝完。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时间到了，那么就是要把干掉，然后要起来，然后就走掉。失礼します。所以这个时候客人就是要不要留住？对，他们一般这样会跟客人玩游戏吗？就其实告诉自己要加油，自己勉励的那种感觉。他们从店开始到现在都要集气，就是让自己满分的，随时有活力。然后到店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软烂。到这里，后面服务也都学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问一些诸位的问题。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牛郎罗兰，我蛮想听听，就是当地的牛郎对他的独家，对他的看法，他到底有没有像人家口中所说的是那个夜王，还是南分外的牛郎？我很好奇的。彼は日本のソフトクラブの業界を変えてくれた人だなとは思っております。就是牛郎是一个厉害的人，然后他的生存方式也很屌。那他是很多牛郎的偶像吗？其实蛮一个专业的。我们台湾人都觉得日本牛郎的收入都非常的高，那到底平均水平在哪里？还是有很穷的？他们说最高跟最差的差别在哪？他们有办法说他们来说他们最高大概多少？秘密哦，没有客人之类的，然后。如果你个人能够的话，就是很多钱。大概只能讲到这边。台湾人大部分只知道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些。观众可能会比较想知道，台湾的女生粉丝想来玩的话，他们有办法服务吗？然后来这边的话，你可以先从网络上或是电话预约。但如果来的女生客人像我们一样不会日文的话，他们会怎么应对？如果真的来到这边的，就是用翻译软体。是用肢体语言，台湾的粉丝想来玩还是可以。这个职业本来就是很神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来探讨。我也希望说这次出去之后，如果真的有台湾的女生想要来玩，你可以再来拍第二集，因为想看他们如何服务台湾的女生。可以在下面留言纠团。然后差不多时间到，我们也要去服务客人。差不多我就到这里。谢谢。
刚才经过了非常万全的准备跟训练，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上战场了。对，没问题，我会好好的服务日本女生的。那要干嘛？怎么办？跟各位说，有的东西很好用，就是 Google， 我当然完全用 Google 跟女生聊天。如果今天成了，我们就跟社长讨论要不要在台湾开一间，我们亲自下去带队。然后我们等一下是真的面对他们真实的客人，他们没有提到说要如何让女生开心到愿意花钱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大家就要做到一冲到第一名的老板。明天我们的照片就在那个扛棒上面，你有看到最后在后面全部都是我们，这全部都是我们。我也觉得应该会啦，所以你要提醒他们说，明天过后要把我们照片放上去，要拍帅一点。等一下帮我们传照片场给他。对对对。對對對好了，我们期待一下。OK， go。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今 YouTube。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OK。OK。大丈夫。大丈夫。バイバイ。バイバイ。すごい。すごい。おお。わあ。おお。全身の。ねじめねじめ。はい。Series Seven。乾杯！それ、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よし来い、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よし来い。一気一気、一気終わる。お願いします。一気、お願いします。一気、乾杯！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よし来い、グイグイ、グイグイ、よし来い。最高！最高！最後じゃあのみんなでクレイジーバイバイクレイジーありがとう。身为这间店今天最红的两个男公关，现在有一桌客人重金礼聘我过去，以后要找我记得先预约好不好？这些日本的女孩就喜欢你们这么坏，不预约，走，带走。Very sexy beauty girl. 可以哦。時間停止。有没有去拍过电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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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可以，16岁不行。就叫做塞单。你刚刚说24可以，你就用塞单就行。OK OK OK OK。你。
色吗？伊诺斯基，伊诺斯基，这个猪啊，哦哦哦哦哦，阿手，马上手，阿手，好，罗曼斯，没失败，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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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喜欢吗？喜欢。怎么样？どっちがどタイプで言ったらどっちがタイプ？あ、でも筋肉は得して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他说你的肌肉藏起来比较好。哦，太壮了。でもスマイルだ。あ、ありがとう。スマイル。キュート。キュート。アイドル好きなの。ちょっとビッグバンっぽいもんな。你刚刚说我们两个都属于他。到底是有没有做过？没有做过了，怎么可能？天生的牛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社长，第一次当牛郎的表现是如何的？想听他的评价。Crazy 吗？哎呦！想知道说我们两个人这样做，那营业额大概是多少？一万元的，我就嘛。再问一个问题是，他觉得我们这样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到全店第一名 ？Number one， 我。我要帮我，跟他说，他如果签我们，我们就可以当第二个罗兰。哦 ，OK， 他一万里，我们再打什么？各位粉丝可以期待一下。不带你哈萨来电吗？来吗？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说，可以邀请大家来吗？台湾の人にぜひ日本にまず、日本めちゃくちゃいい国です。日本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で、日本に遊びに来たら、この大阪に来て、ホストクラブジョルジオぜひ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